我叫苏绿夏，身体变小后，总裁男朋友怕我一个人遇到危险，让我去领养一只宠物。可是太可怕了吧！老板有没有可爱聪明一点的？我想想，这只是本店的颜值担当二哈。怎么看起来不太聪明？之前的主人为什么不养了？因为他把前主人的家给拆塌了，实在是养不起了。不过现在已经很乖巧了。还有别的吗？泰迪怎么样？聪明可爱不拆家，好可爱呀、而且关键时刻他还能救你，我来演示一下。好疼，谁来救救我开始你的表演吧，小迪。还会用手机啊？你在干什么？还是算了吧。最后都没有看什么，倒是有一只和你挺像的。和我挺像是什么意思啊？